真的优点了，不要再讲人了。你不能够欣赏，找不到别人的优点，你这个人这个慢已经很高很强很大，因为自己最优秀，对不对？人家佛都没有慢心，他最优秀了。我们凭什么慢呢？我们凭什么慢？这个慢呢，心高举为性，这个慢在一定成魔，一定成魔啊！因为魔都是认为自己为独一无二的，啊，众生低劣于我，掌控。那我想要干预，我想要达到某一种降服他人。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护持佛法不遗余力，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，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。若蒙捐助善款，请汇邮政划拨账户，账号22718807 22718807，户名财团法人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。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，共转法轮。阿弥陀佛。